不是为钱，也不惧20岁年龄差。张怡宁闪嫁钻石王老五，如今道出真相。张怡宁长相甜美温柔大方，当时世界女乒排名第一，一身的荣誉，如今更是身价无数，却一反常态嫁给大他20岁的徐威，一时让国人很是费解。张怡宁是北京人，于1981年出生，是中国乒乓球界著名的大魔王。张怡宁从6岁就开始了这项运动，更是在年仅10岁之际就加入了北京队。在2000年，张怡宁在第45届世乒赛上首次获得女团冠军与女单亚军，风头一时无二，为人所称道。张怡宁的职业生涯在三大赛中一共获得了19个世界冠军，这个成绩超越了前辈邓亚萍。对张怡宁来说，她的运动员生涯堪称完美，是中国女乒最有名的功勋球员。但是在2009年，张怡宁却火速嫁给了商人徐威，整个过程极迅速又低调，更是和婚礼工作人员安保都签订了保密协议。张怡宁老公徐威出生于1961年，比出生于1981年的张怡宁整整大了20岁。据了解，两个人在认识仅仅三个月就已经订婚了，可谓是闪婚。徐威是一个著名的商人，不但拥有多家上市公司，更是身价过亿的钻石王老五。仅因为如此，国人对此产生了巨大的争议。张怡宁对此有着自己的想法，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道，我们的性格很相似，三观更是出奇的一致，如果想爱着我的另一半，首先他要让我特别崇拜，他一定要比我棒。徐威就是如此，年龄真的不算是问题，既然人家自己都这么说，我们就只能选择祝福了。好吧，祝福张怡宁能越过越好。